做空中服務員啦，做咗3年半，有一段時間係真係唔知道自己做啲乜。每日重複又重複，重複又重複做嗰樣嘢，我覺得好似冇乜滿足感咁樣，同埋都辛苦咯，真係。做咗咁多年自己個專業啦，咁悶悶地啊，咁所以揾啲新嘢學下。讀咗 space 嘅 course， 咁先至開始接觸到呢一行。讀書除咗係興趣之外，係根本令到自己改變嘅一個方向嚟嘅。